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悟道在这个网络上啊，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们这个学院根据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他的教导开示，这个课程啊是9年的课程，到今年呢我们已经进入第6个学年啊。这次我们负责这个学院的同修呢希望在我们09年4月1号这个学年的开课，那么要我跟大家讲几句话。过去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外面到处讲演做30系列，可以说很难得有时间定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在网上跟大家见面。去年我们导师的家乡安徽庐江野户山实际禅寺举办107系列护国习斋大法会，我才有时间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们系列法会又移到山东庆云金山寺在这边继续做。那么利用我们这个上课的时间来跟大家见个面这个佛学院呢在我们导师的指导之下基础科有2年本科3年专科是4年。那么根据我接收到的资料直到我们这个6年来呢参加我们这个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已经有16000多人。那么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教学方式还是根据我们导师在6年前讲的。这个学院是澳洲净宗学院办的另外开辟一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那么澳洲净宗学院的人手也比较不足所以这些后续的这些课程的编排审核的资料在网上的交流现在呢都是在台北社团法人华藏净宗协会负责这个部分。那么我们根据老和尚他的理念
是从学生啊提交的学习报告来做一个审核啊，就是学生提出的学习报告啊，因为我们平常啊都是在网上啊交流的，我们能够这个观察，那么只有依靠啊这个学习报告啊，所以我们导师给我们指示啊，从学生呢提出来他写的这个学习报告啊可以观察出哪些比较好学啊，比较自动自发的，比较好学自动自发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全心全力来协助他们，来成就他们。那么认真的学生呢，可以每一个星期提出一份学习报告，那么九年啊不中断，老实真干，这个九年下来呢啊，就能够学有所成，自己一定可以做一个很大的转变啊，所谓转凡成圣。那么半年提一份报告，一年提一份报告啊，就是旁听生啊，基本的标准啊，是每一个月啊要提一份报告啊，这样学习呢才不中断。所以学习啊，我们也一定啊要知道我们导师他所指示的，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谈到一门深入呢，我们是一个法门，以一个法门啊，一部经，那也不是只限定你就学这么一部经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啊，一部经一个法门啊，这个是一门啊，其他相关的大小乘经典以及世间的善书典籍啊，都是帮助我们这一个法门啊，这部经典的深入。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敬语里面也讲过，广学原为深入啊。因此我们看这个网络佛学院啊，这个九年课程的安排啊，前面两年呢是基础课程啊，这个基础课程呢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沙弥利益、实战业道经、太上感应篇、弟子规，还有了凡四训、认识佛教。那么这个两年呢 这个功课啊就有八种了。那么两年学习啊这八门功课啊，这个时间上是不是足够啊？如果同学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你安排这个学习的时间啊有什么问题啊，也非常欢迎大家提供给我们啊，我们可以再向我们导师来报告，我们也可以说随时做一个有弹性的调整啊，这个基础两年那么两年呢这么多的科目，那这些为的是什么呢？还是为了一门深入啊，
这一点我们也必定要明白。那么这个基础课程啊，悟道在此地呢，啊，也是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可以考虑再加上李炳南老居士编的《常理举要》。我们学佛，自己将来啊，一定是要发愿弘法利生。那么弘法利生呢，对佛法、世间法两方面呢，都要能够通达，啊，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弘法利生，啊，这个神圣的工作。因为现在呢，社会人心太乱，啊，世界呢不安定、不太平，天灾人祸非常的多，啊，可以说现前这个时代，全世界不管哪个国家、哪一个族群，是最需要佛法的时代，啊，就如同我们导师常提到的，啊，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恢复和平，唯有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除此之外啊，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话啊，我们要去深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做一个佛弟子，做一个中国人，就知道在我们现前这个大时代啊，我们身上应该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啊，跟责任义务啊，好好发心来学习。那么在三年这个本科啊，是五经一论，净土五经一论。那么净土五经一论呢，啊，我在此也可以建议啊，啊，大家可以再加上一个印光祖师的文钞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把全部的文钞看过，那当然最好啊。如果没有时间呢，可以挑选印祖的迦言录啊，或者精华录啊，这个都有单行本流通啊，也有全套的。你看了文钞啊，再看这个净土五经啊，那就势如破竹了啊。那么印光祖师是我们近代的高僧，他距离我们的时间很近，所讲的呢，都是切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需要。那么我们同学呢，也都固定啊，提到这个记录功过格啊、心得报告啊，这些都非常殊胜啊，也非常难得啊。那么进入专科的同学呢，学成之后啊，我们导师啊有个构想啊，在机缘成熟的时候，我们会建立一个学院啊，或者是大学啊，那么请大家呢来当教师啊，来教学，这样啊就能够促进伦理道德啊、圣贤传统文化的复兴。好，今天悟道跟大家讲的话呢，就讲到这里。要讲的话很多啊，我想留在以后我比较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啊，跟大家见面啊，交流的机会会比较多。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啊，多多提出啊你们修学心得。
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最后祝福大家呢，这个经济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阿弥陀佛。